被春游洛阳，这座王者之城得到了历史的不凡宠爱。作为四季分明的中原大地，洛阳热烈生长着无双国色、独步天香的牡丹花。踏着历史，赏着牡丹，谁也不能否认，牡丹开出了中华民族最吉祥的符号，洛阳也绽放成了春天最好的样子。哇，为什么它要叫天堂？它那个顶是真的是纯金的吗？既然是天堂，可以通天吗？我不知道，但是有人知道。让我们有请上知天堂下知天堂的讲解员向登堂。耶、上有天堂，下有洛阳，洛阳旁边大有名堂。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千年帝都洛阳。那么现在呢，我们所站的这片区域就是我们洛阳城的宫城区遗址了。我们这边的这栋建筑名字叫做天堂，它呢是女皇武则天礼佛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再放眼望去，对面的这个皇宫正殿明堂，它是武则天呢上朝礼政的一个地方。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这个明堂的中心筑坑遗址。当年呢，这个贯穿明堂的中心柱呢，也就伫立在此处。它有一个说法叫做巨木石围，就是一颗巨大的木头，需要十个人手拉手团团才能把它围住。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这里面有钱啊？其实很多人呢就觉得啊，往这个古代的建筑里面扔钱是一个许愿非常灵的一个方式。对，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对不对？那听见没有？今天咱们的任务呢，就是下去把钱都捡出来，好不好？哎，同学们，还在等什么？快下去吧，快下去！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造字墙，整个造字墙有20个字，它是武则天时期呢使用过的字。先问一个这最艰难的这个字儿，这个字儿。零，什么零？这个浮钱，浮钱，我浮钱！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个饼字儿。你吃啊，你吃起来，吃火。也有鸡蛋灌饼，这是不是个饼子？啊，并不是，因为这上面又没有芝麻，又没有芝麻，又没有没有芝麻。那是什么？星星。哇，哎呦，为什么是星啊？其实星星的真正的它的形状就是这样一个圈儿。我们一进来我们就看见这字了，这是明。有空，我们说就是这个字念约，明天有空约嘛，厉害了，对不对？但是并不是，不是啊。等一下，我想一下，等一下，日月在天空中，照，什么？照，太棒了，这个字就读照。哦。其实这个字是武则天在登基之前给自己专属起的一个自己专属的名字，她改名叫武曌。那其实意思就是她把自己比作日月。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明堂大堂了。历史上的明堂呢，位于咱们隋唐洛阳城的中轴线，是咱女皇武则天举行大朝会的地方。陛下驾到。头不能低。对，禀报一下啊，我们是那个花儿与少年。那今天既然来了，我就要考考你们。啊，行。请听题，什么花？从天上的。哦，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雪花。对了，真聪明，雪花。第二题，什么花最怕浇水？浇花。哦，火花。对，不是，你俩什么都知道。哎，你哇，什么花从水中来？从水中来的花是什么花？咱们问问身边的大爷们，大爷、哎、大爷跟姐姐们。 哎，你问问他们，哎、你问问他们。他说浪花，谁说的？拖出去，快拖自个儿出去！把我的赏赐拿来。哎呀，御赐洛阳最美牡丹园通票6张。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嚯，你在两元店还干过？
哎，谢谢，拜拜。哎呦，好，咱们去抢花了啊。牡丹的美从来都得到了最高的赞誉，瑶皇卫子、花王花后、景玉二乔、百媚千娇，洛阳红璎珞满身，凤婵娇盛世美颜，千种牡丹争春齐放，引得赏花之人阵阵赞叹，既停不下眼睛，也关不上相机。拍照，拍照。哎呦喂，可别看到没有？哎呀，请背诵出六首带花字的诗词，没收时至少背出两句才中。不是，您不知道这几位都是才子，特别有才华。走你，陆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太棒了，哇塞！知道，然后来，来白鼠哥哥。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夜阑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会不拉几的孩子说吧。你看你了，你看人家这色儿，人家蓝黄紫红，就你灰的。来吧，你跟毛坯房吧，你跟毛坯房。然后，但是我相信你是最有文雅气质的一个。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老师，身为他们的怎么说小哥那个，所以我也要献一首跟花啊。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了校书包呢？哎，我去上学校，天天不知道，小鸟说咱爸爸你为什么背上校书包。哎呦，同学们看见没有？粉的、红的、白的，还有粉红。来，我们唱首歌吧，牡丹吧，来的，让我们荡起牡丹，小牡丹吹开波浪，牡丹中有着美丽的白塔，白塔中有着美丽的大牡丹。洛阳水席和龙门石窟、洛阳牡丹并称洛阳三绝。水席24道，道道热菜离不开汤水，酸辣爽口，每一口吃到的都是传说。就这个吧。芒果菠萝，这么快做？我们先走了，拜拜。好，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再见。今天下山啊，好，谢谢老板，谢谢。请问这个多少钱？那边。好像长得一模一样哎。我们是五胞胎。真的五胞胎？真的。你自己画的吗？这些都是自己画的。哇，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这感觉很神奇。给大老师买个那个的，就是有一点浮夸的那种的。这个哎，这很好。来，小帅哥看看。来啊，姐姐好，姐姐好。阿姨，阿姨，蚂蚱、蝎子、叫的幼虫，给大老师绑上一箱打包带走。不要煮了，直接活吃。对呀，健康好吃不贵。小朋友，你很帅。好姐姐，这个手握了就不简单了哦。但是也不能便宜哦。大老师，哇，你还那什么掉了。哇，这么多东西啊！哎呀，合适吗？哎呀，还有个很好吃的东西，这是什么呀？你可以吃一下，这个很好吃。我不吃，很好吃。我不吃，你先拿着。来啊！
好吃吗？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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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吃点啊，就这样吧。然后呢，来到这儿是不是特别开心，对不对？咱们可能赏了好多的花，看了好的风景，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平时呢，除了学习之外，别老看手机，然后去外边看一看，咱们有这么美的风景跟这么美的河山，对不对？对。春游成功了，好吧？哎，咱们的口号是什么？还记得吗？一人家族小炮队，洛阳农民卫队。同学们，咱们合影了，合影了。哎耶！哎耶！